同志们，你们听着，你们不是最爱讲同志情谊，最爱把团结挂在嘴边吗？你们讲集体，讲同甘共苦，而现在，你们的兄弟就在受着非人的折磨，而你们却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林子里。走，郑叔。 小云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爸爸，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。我叫沈一平，不是你说的什么小云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父母。 听见枪声了，老张呢？
人呢？张叔，张叔走了，张叔走了，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张叔，对不起。花柳，别哭了，老张是为了掩护我们撤退。张叔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到处都找不到你。红军战士和共产党员来说，他们都是有家庭、有父母、有亲人、有朋友、有血有肉、有感情的人。他们不是无情无义、无父无母、无尊卑长幼的冷血动物。沈一平这一声呼唤，这一声爸爸，却饱含了人生的辛酸和对命运无情的呼喊。他只是一个女儿对生育了自己的父亲的回应与回报。沈一平知道，他所坚持的革命之路和为之奋斗的事业，就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。你说，真的会有来世吗？会的。这一世，我们错过了太多了。我觉得陈静有问题。是吗？看着远处交谈中的沈一平及聂九，陈静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。再回想起白汝桥临死前的那一眼，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处境十分的危险，他必须先下手为强。一平姐，
自从咱们两个在城里走散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找你。后来我发现有两辆军车拉着大批的物资往咱们仓库的方向走，我怀疑咱们小队在药品仓库被围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。那我们之前寻找药品的任务还要不要进行？我知道了，这儿不安全，我们还是赶紧赶路吧。赶紧把邱海同志带到里面去处理一下伤口，避免感染。哎，这样下去不行，大家分头找找，看看村子里还能找些什么。我去找点吃的。雪儿，走。看见大家都出去，留下自己一个人，陈静意识到红军小分队对他已经有所怀疑了。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一旦暴露，肯定是死路一条。既然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那就来个鱼死网破，趁此机会将小分队骗进渔阳城里，一举歼灭。咱们赶紧商量一下吧。一平同志，说说你的看法。好，我在渔阳城被绑架，后来又被保安队救出来。这个中间，陈静他去哪儿了？而且，后来我们出现在仓库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出现。不管他去哪儿了，找他问问不就知道了吗？当面对质呗。嗯，我奶奶就说过，一个人要是不停地撒谎，迟早会露出马脚的。我忽然想起来。那天白汝桥最后咽气的时候，他看我的那个眼神，好像是想要跟我说些什么。一萍姐，我到处都找不到你。小月，我当时情绪比较悲痛，就没想那么多。但是现在想想，我觉得这肯定有问题。你是说，白汝桥最后要指认的人是陈静？我现在也不敢确定，但是这种感觉很强烈。我也想起来了，白汝桥那个时候看陈静的眼神确实都不一样了。这个陈静，我早就对他有怀疑。从他第一次接触发报机之后，就莫名其妙的坏了。这个发报机一路上，我都跟宝贝似的，从来都没摔过。准备好了吗？发什么？发现敌军增援部队兵力一个团，正往金沙江方向挺进。怎么了？完了，发报机坏了。西仁同志当时跟我汇报过陈静的事情，但是我没有放在心上。这个事儿责任在我。我怀疑我们的队伍当中有奸细。奸细？嗯。有怀疑对象吗？陈静，领导，人家邹希儿同志跟你说的都这么明白了，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？这种事儿你打什么马虎眼？郝梦兰，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。你还不一样，当初在大勇军营外你救他的时候，你个火眼金睛怎么没看出他是个女妖怪啊？当初你跟华亮啊，他穿的是学生装，好多人绑在手里都拿着枪呢、啊。又薅他头发又扯他衣服，我是实在看不过去了，我才挺身而出的。你说我能不管吗？王宁，他给我演了一出苦肉计。听得清的不会要管，放开我！张开！把我放开！走！放开我！走！张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队长，欢迎可疑任务。我不是什么可疑的人。你们这些当兵的，怎么能对无辜的学生乱来，还开枪？放开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那他这戏演的可太像了。苦肉计。这个陈静，
到底是中央军的人，还是复兴社的人呢？我觉得，白汝桥一定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我想起来了，他总是一个人去一些没有人的地方，难道就是给他的上级发电报？对。你要出去吗？那边还有一户村民不太舒服，我去看一看。你自己伤还没好呢，想着别人，你真是个好人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这么说，他还真是个特务是吧？华亮，把枪给我。哎呀，哥，你嚷嚷什么？冷静点。大哥，我现在冷静不下来，多少兄弟是因为他死的。把枪给我，给我。坐下。这件事儿，咱们还得从长计议。可是不能再让他害人了。他害死我们那么多人，我们能轻而易举的放过他吗？我们一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陈宁老臣，陈宁老臣，我好困啊。你失血过多，要休息一下。不过，怎么了？我药箱里的药跟纱布都快没有了，我得进城一趟。不行，你刚出城，现在又进城，太危险了。我出城的时候就是用大夫的身份混出来的，这样再进城也容易一些。好，那你一定注意安全。你睡会儿吧，睡一会儿对恢复体力也有好处。陈静现在肯定感觉到了咱们对他的怀疑，肯定会采取措施。咱们得先下手为强。上级来电说，后续翻雪山的同志伤亡太重，需要大量的药品，需要我们返回渔阳城，然后配合主力部队来转移敌人的视线，保证药品的安全。药品？我记得陈静那天跟我说，他知道真实药品的存在，想让我们跟他回去找回来。这样看来，他一定知道我们对这批药品的需求量很大，所以想把我们引进城。让他进城去买药，看他下一步的动向，咱们就将计就计。可以啊，正好可以杀回去。咱们得派人盯着陈静，还得跟城里大部队的同志取得联系。我去。哥，这事儿是我惹的，我非抓他个现行。这样吧，正好我们也没有粮食了。郝梦来，你就借以买粮食的名义去跟他一起进城，然后放松他的警惕性，争取跟大部队取得联系。陈静不是傻子，你可得小心点。咱们出来时间不短了，得赶紧回去，免得引起陈静的怀疑。大家记住，回去以后就按照咱们商量好的，别露出马脚。走。怎么样？没事。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的伤治好的。刚才我们去村子看了一下，什么都没有，看来我们得进趟城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事不宜迟，得马上进城。而且现在大家伤的伤，病的病，也没有吃的了。哎呀，哦，饿得我胃病都犯了。左营长，这样吧，让陈静进城去买药，再派一个人跟他一起进城去买点粮食。郝梦来，你去。啊？我不去。什么话？平时钱都是你管着，你不去谁去？哦，那你要说钱的事儿，那我得管。我去。真是新鲜。来来来，出来出来出来，我给你合计合计买些什么。啊？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你还有什么问题？我告诉你，这事能不能成就看你了。不是哥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你假扮夫妻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你明知道他是我们的敌人了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？你想想那些死去的兄弟，你说你知不知道该怎么办？知道，不就演戏嘛，凡是假的，我肯定给你演好了。就是。两个人一起进城，
现在城里查得这么严，确实是个麻烦。这样吧，让郝梦来和陈静假扮成一对夫妻进城。其实我一个人进城买药买粮食就可以，这次出城多亏我扮成大夫才混了出去，这样再进城也能容易一些。你一个女孩子要进城拿粮食又要买药的话，这样不方便，还是让郝梦来跟你一起去吧，你们俩也有个照应。也好，这次小队在药品仓库被围，到现在我都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，幸好我在城里看到有人在搞药品，这次进城我要想办法搞清楚一下。一旦有消息马上联系我们。嗯，不过我有一个请求，这次进城郝梦来得听我的，如果我们打探到什么消息，他也好有办法通知大家。行，你们两个进城之后兵分两路，你去买药，郝梦来负责买粮。嗯，买完之后在西药店汇合。好。他的伤口有些发炎了，如果我赶不及回来，一定要想办法去城里医治。郝梦来，刚刚我们商量了一下，你和陈静一起进城，扮成一对夫妻，这一路上你听陈静的，我听他的。你有意见啊？我不是有意见，那你既然扮演夫妻了，你就得扮得像一点，对吧？哪有男的听女的的，那得女的听男的。假扮夫妻啊，是为了安全起见。你要觉得不像啊，你在路上你就做做样子。但是执行任务的过程之中，你必须听陈静的。你就扮个怕老婆的不会啊？郝梦来，听组织安排。反正是演戏嘛，我肯定服从组织安排。此时双方都在演戏，彼此也都心知肚明。陈静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脱身，进城布置行动。红军小分队也顺水推舟，准备将计就计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双方都没有退路，只好互相配合着把戏演下去。哎，行，那你们赶紧出发吧。小心啊，搞砸了自己掂量后果。我之前是卫校的，这点小伤我自己来就行。没事，我来帮你弄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？我叫陈静，安静的静。陈静，这名字挺好听的。你叫郝梦来，不是更好听吗？还愣着干嘛？走吧。啊，走吧。老曾，前面部队的情况怎么样？电报中说，我们的西进部队正在向茂谷进发。茂谷，老孙，现在我们的大部队有三分之一进入了雪山，后续的药品安排情况怎么样？伤病员的药品严重缺失，原计划是让左春生的小队进余阳城筹集药品。筹集药品的任务交给左春生的小队，恐怕不行。他们的任务是侦察敌情，干扰敌后，扰乱敌人的视线。老邓，药品的事情你那边加紧安排一下。已经安排好了，考虑到药品需求量太大，单靠一个小队是很难解决的。你们看，敌人之前在川西山口外面守着，现在很有可能他们会沿川西北沿线设防，会在这个位置堵截我们的部队。我们的大部队刚翻过雪山，精力和体力都比较弱，如果在这个时候和敌人正面遇上，一定会受到重挫呀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当务之急是加紧和前面的部队会合。老孙，你通知下去，让同志们加紧休整，准备继续上路，我们绝不能停下来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老曾，小分队联系上了吗？
已经联系上了，他们现在正在渔阳城附近。巧合的是，国民党特务给他们设计了一个假药品的圈套，但是我们的小队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，而且他们抓到了一个人。哦，复兴社在云贵川地区的重要人物白如桥。这位仁兄跟我们也算是老相识了。嗯，他们原计划打算呢，把白如桥带到大部队跟我们会合的，但是在半路途中，白如桥被中央军打死了。那小队现在是什么行动？我考虑到这批药品需求量太大了，会引起敌人的注意，我已经派人进城，主要是搞药品。小队的任务还是在外围配合，掩盖我们的真实意图。按照你这么说，小队要再回渔阳城？我认为有这个必要。虽然小队回渔阳城有一定的危险，但是他们来电报说，小队有一个给敌人设圈套的计划。陈静，累吗？我不累。哎，我一直想问你啊，你跟沈玉萍说的那批药，是你亲眼看见的吗？是啊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自从我在城里跟玉萍姐走散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找她的下落。后来我看到两辆军车拉着大批的物资往仓库的方向走，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，就跟了过去。没想到他们在离仓库不远的路口就调转了方向，我当时着急找你们，就赶去了仓库，结果后面的事儿你们就都知道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咱们还真上了敌人当了，咱们这里肯定有内奸啊。你说这内奸是谁？啊？哎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真的很想跟你们在一起。你小心点啊，我前面给你趟着路。嗯。小心点啊。现在跟着陈静不会有什么危险，陈静是想放长线钓大鱼，他还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干什么。我仔细想了想，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一平同志，说说你的想法。很明显，陈静是想把我们调到城里去，把我们全部拿下。我现在想不明白的是，关岳峰打死了李卓和白汝桥，在这件事上中央军和复兴社明显不对付。你说这个陈静哪有这么大能耐？我也怀疑陈静不完全受白汝桥的控制。那天我们被中央军包围的时候，复兴社的李卓想要阻止关岳峰，那是因为他知道我和白汝桥的关系。可是在关岳峰限定的时间后，中央军似乎并没有发起进攻，直到我们向外突围的时候，他们才开始火拼，我们才有了逃出来的机会。这样看，这中间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。这个陈静在中间到底起了什么作用？到底什么身份？我想他应该是南京方面安插在白汝桥身边的，直接接受南京的命令。太不可思议了，这个陈静隐藏得这么深，连白汝桥都骗了。你说陈静那么厉害，那孟来哥跟他在一起会不会有危险啊？咱俩关系一直都不错，我也没拿你当外人，你就帮我琢磨琢磨，你觉得谁是这个内奸呢？你这么说，你不会是怀疑我吧？呀，你怎么可能是呢？但是我怀疑啊，很有可能是红军内部的人。左春生，我觉得不太像。左希尔。邹希儿这小子一直蔫不唧唧的，我就觉得他不正常。这些人里属他有些文化，不过他是个红军，应该不会吧？
那不能是我大哥呀。哎，那就更不会了。哎呀，那滑溜更不可能了。哎呀，郝梦兰，他们都是战友，你就别相互怀疑了，赶紧走。我觉得陈静说的不是真的，他说他知道真的药品在哪，可是他怎么能知道？那是他找的借口。他说全海的伤很重，必须要进城找药，正好我们可以将计就计。这个陈静居然这么厉害，我现在有点担心郝梦来了。记得有一次，配合好大部队的同志，把陈静的问题给彻底解决了。也好，让他也尝尝钻进我们圈套的滋味。对。哎，妹子，马上就到了，一个个烧纸心来。共匪这么多，哎，妹子。这巡查这么严，怎么办？来，你别忘了，我现在可是你的妻子。不是，不是那什么吗？你是说，我们现在是假扮的夫妻，还是遗憾我们不是真的夫妻？对呀，咱们就是假扮的嘛。可是我真的想做你的妻子，你愿意吗？不是，妹子，我跟你说，这是组织交给咱俩的任务，假扮夫妻。你这弄完，我就没法演这戏，我也不习惯。有什么不会演的？以后你会慢慢习惯。现在情况紧急，我们得马上返回渔阳城内。我们现在进城的话，敌人正好可以放松警惕，我们杀他个回马枪。副营长，全海同志怎么办？营长，我也去。虽然我受伤了，但是我可以帮你们阻击。不行，你留下好好养伤。西仁同志，你留下照顾全海同志，还是派别的同志留下吧。我跟大家一起去，这样我可以及时跟大部队保持联系。你带着发报机，目标太大，容易暴露。你现在马上去给大部队发报，就说：第一，跟踪的对象和接头的同志已经到达城内；第二，我们小分队现在马上出发。好。哎，你得听我的，你忘了。啊，行了，过去吧。走吧，军爷，过去吧。你们干嘛的？站住！我们家男人陪我刚给人看完病，这不刚回城吗？两口子啊，两口子。爷爷，等一下，我看着怎么不像啊？啊？怎么？打开包裹检查，还有那药箱，来。哎，你看你说的，真是两口子。给军爷，走。长官，哎，军爷，这我，老总，这是我们刚才看病的酬劳，还望您高抬贵手。这个，你说了不算。现在共匪猖獗，我们都要好好检查，打开药箱。老总，先让我们家男人进去呗。家里孩子还从家等着呢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呗。好，你们家这口子可以走了，快点快点。那不行啊，快，我媳妇得跟我一块回家，快走，跟我回去。行，走。走吧，我们找个地方好好检查检查。城里大部队的同志取得联系了，郝梦兰还没有按照提前的约定方法跟他们取得联系。嗯，郝梦兰和陈静应该已经进城了，咱们得赶快进城。西仁同志，你回去照顾好全海同志。好。
让我好好检查检查。你什么人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当真是色胆包天啊！党国就是因为有你这种败类，才会屡屡剿匪失败。今天我就是杀了你，也算是给党国清理门户。长官饶命啊，长官，我再也不敢了，长官。我告诉你，别说是这余阳城，就是薛岳将军跟秦抚瑶师长的办公室，我也是随意进出。想让我饶你的命也可以啊，给我做一件事儿，你要是办得好呢，我就可以不追究。任命长官吩咐，在下啊，不，属下一定照办。这城门口今天也是你值守吗？是，晚上就是我值守。今天傍晚时分会有一批人进城，大概20个人左右，其中还有一个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女子，他们有可能是分批进城，到时候你随意检查一下，把他们放进城就是了。是，晚上属下一定亲自值守，应付一下就行。这件事办得好呢，自然有你的好处，你这条小命也就算保住了。是，任凭长官吩咐，属下一定照办。还有，我要马上给城里打一个电话。好，我马上照办。没出啥事吧？光天化日的能怎么样啊？再说就算怎么样我了，你也不在乎不是？我就是那命苦的。哎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不让我听你的吗？我刚才要留下，你不让我留，我这才走呢。啊，行，你没事就行啊，不说了，都是我的错啊，别在这站着，全是你，赶紧走。我就是要让大家伙看看，这自家女人受了委屈，当男人的连管都不管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你看你说的，这都是我的错啊！行了，那赶紧走吧啊！买口粮的钱都在城门口被没收了，你现在怎么办？没事，我想办法借去。借？你上哪儿借去？城里你有熟人？没有啊，我就随口这么一说。那不然药我就先不买了。我这儿还有点钱，你拿去给他们买口粮吧。不行啊，必须买药，全还等着要救命呢。也好，不然这样吧，我先带你去找家客栈，把你安顿下来，我再去买药。这药箱回头可以先做抵押，我再向老板借点钱，回来再找你。那算了，咱本来就没钱，还住什么客栈啊？郝梦来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是我男人，你得听我的。不是那个意思啊。行，我听你的。沈阳出来之前，我跟组织都说好了呢，听你的。那走吧。慢走。哎呀，妹子，咱本来就没什么钱，要我说这客栈就算了，拿钱买药去吧。客栈我都预定好了，钱我都交了，为的就是张全海进城之后能有个疗伤的地方。你以为我大白天的让你住房？想得美！你心还是这么细啊？那行，我替我兄弟张全海先谢谢你啊。谢什么呀？我也是小组的一员，再说我还是个大夫嘛。行，我现在去给张全海买药了，先走了。那你路上小心点。